我偷偷送他你的闪卡给他。他不需要吧？还有我身上的所有的东西。这是他的实体专辑啊。我就是他，对对，没错。我要怎么接？大型闪光弹。拜托别烦我，闯进我的生活，就这锁你耳后，其实在心每分钟都你开火。都据说八日举办新专辑发片记者会，音声前辈与好友566911、昆达、卢广仲都拍影片送上祝福。跟楼俊说因拍戏而认识的李李仁，还特地来现场站台。事业得意的他，去年也向交换班求婚成功，可说是爱情事业两得意。那他专辑好像抽到是普通卡，你有没有偷偷送他你的闪卡给他？他不需要吧？还有我身上的所有的东西。还有奇怪，然后上次发片记者会就是在讲那个公开恋情，然后这次发片记者会在讲结婚啊，下次会不会就是会啊？会不会这样子我专辑会发得很赶？哎，我没有啦，开玩笑。今年可能会先登记吧，备日打算就是等婚礼结束之后。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先跟大家说，真的发誓啊！因为生小孩这件事情，那个婚礼的事情就会被打断。你想生几个啊？你那么壮，没有，还没有想法。如果太壮，你会放你的车？味道好，我敢不让他听我的歌哎。之前已经是海岛求婚了，还会海岛？会在海外，但应该目前应该是不会在海岛。亚洲还是欧洲？亚洲，欧洲付不起。下次吧，下次。太好了，可是下次吧。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？对啊。你跟爸爸会因为讨论一些婚礼为什么会有吵架这种？其实还好，我们就不太吵架。很谢谢他没有跟我吵架，对吧、啊？我就控制口没，他知道、啊。就很多都会是我主导，然后跟他说，然后做了之后他就很喜欢，或者是在发生，他就觉得哦，这个主意很不错。我觉得还没有吵架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还没有讨论到这么深。就是现在就很初步，就是现在还在一个美好的婚礼泡泡里面，就觉得哇，要结婚好开心哦。等之后吵架再跟大家分享。应该不会到悔婚吧？不会啊。他交款团有没有说想要买几张啊？因为毕竟这是很珍贵的。他不需要，没关系，对，钱省下来，好不好？婚礼很花钱。好，自己讲的哦。这是他的实体专辑啊。我就是他，对对，没错。我要怎么接？其实我去年演唱会玩大吃大喝，哇，吃爆，完全融为一体，这会计的部分。最近有开始慢慢的调整回来。那这样交款会摸不习惯？他不会不习惯，因为这两种都摸过。哦，你现在身材是五肩型的吗？没有，最好是尾肩。尾肩，尾肩还是第一？已经练最轻，那是第二名吗？可能是小赖吧。哎，小赖最近健身练很勤哎，很常在健身房遇到他哎，就去聊天。所以你跟我一起，还讲了。